哪有几只？只有几次而已。排队。哎、欸，轮到我了，抽牌。哎、欸，插队大妈哎、欸。没有不够，够了。你给我三个，我给你全世界。这个是哦，插队。哎呀，插队还理直气壮。哎，我是要拿那个施法术用的。插队还那么壮。哦，是哦。施法术用的怎么变在你身上？我不要，不要给我吃西瓜，拜托，不要，不要。哎，繁星也是结界师哦。又有人哦！好好，我离开，我离开。没有，我要找。我挖素材而已呀、啊，不屑跟你。那个，抱歉，先走了。三冠香，我跟他们讲说，就双方都不打了。还要一二，嘿，哎、欸，我要怎么？我要怎么用技能啊？对，我其实要来那个书，那个书，不用了。右键，右键。结界师，哎，你拿在副手，矿物拿在副手。哦，对，矿物拿副手。哦。秀爸爸，然后是团团问的啦。甩锅甩锅！我刚刚还很感谢你帮我问。拿一点那个吗？黄金洞，黄金洞，保护哦。拿什么？木头。木头这里。这边给你十一个。东西啊。哎，这个人很坏。黄金洞需要支援。后面。黄金洞。救救泱泱。我在这。黄金洞。那这个拳头铁窝这个没有抓。黄金洞来了。他死了，他们不打在下面挖的矿坑，在打上面的泱泱。对啊，我想说黄金洞我挖得很开心的、啊，看来是粉丝嘛。绝了绝了，请绝请绝，我也绝了。你要被打就冲上去保护你 哦，太暖心了。哎呀，你为什么在这里放一个木头啊？你可以告诉我。哎，姐姐告诉我吗？姐姐有 CD 对不对？好像有吧。金石那边可以有人去挖一下。有放的那个上限。哎，对。哎，我们矿工两个人吗？对，我们矿工就两个。哦，好，了解。我就先在这边。有在抢矿工的矿哦，我看到了哦。还有，看到了哦。小坏坏哦。他抢他要给我的铁哦，这个人哦，就是他，我要指认就是他。这个抓抓到了。他近视没有开麦啊？哈哈，没开麦。哈。抓。哎、欸，小雨没了，跟我讲哦。来，哈，要跟就是没了、哦、给你啦，我没有要拿的意思啦，我绝一下而已。你又不是矿工，偷抢一下。哦，团团绝了、哦。你拿绿宝石要干嘛？拿爽，拿开心的。问号哎、欸，天子游过来了。好，嗨，我要来跟你抢红石蛙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露米注意哦。可以你要点铁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啊，黄金矿，嗯，黄金矿洞那边，帮我盖个屋顶，屋顶啊，盖屋顶，绝一下，盖屋顶，他有盾呢，我不太好打，有你有剑吗、啊？来了，过盾了，他、啊、死了，然后我帮你杀掉，哇，我杀掉还得到粉红色郁金香哎，哇，好棒哦，那好像是我的啊，哦哦，好吧，走吧，记得插在我的坟上。插在你的坟上吗？我随便插在别，我随便插在别的地上哎、欸。哇哇，没有说那个地上就是你的坟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你自己爬进去哦。接下来，如果在重生点放一张床，他们会不会想要打？为什么要打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就是越放越奇怪的东西越容易打。那床晚上可以睡就改变重生点吗？你有一点轻金属吗？床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做不出来。你有设定是？耶，记得我有设定。耶，把。哎、欸，我们家里的那个看哦，中介箱有没有要来挡一下？挡对中介箱哎、欸，对、啊，可以挡门口，门口哎、欸，可以做地狱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床不行，拜拜。地狱门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地狱门八个，他好像就八个。开门喽，走喽。把对方的也挖来啊！我们现在是要去地狱吗？我们看规则书里面有没有写哦。地狱走一格等于现实八个。遇到甲午回来，哇！我们把僵尸猪人引过来，然后打他。我们把伊欧伊引过来。你有点难，感觉。你有你要盖很大的，然后还有自己成就。有点挤。我们可以去地狱捞岩浆啊。
有巧克力，我来了，不，三个，我再看，越来越多，太多人了吧？这里我也在打，我也在打，冲啥？哇，好多人哦，太多 ID 了吧？啊，我死了，我也死了，又来，我支援，还有，死了，疯子啊！ Okay, 你可以安心挖矿了，三四个人来啊！哎呦呦，花心的，哇，花心可以吗？可以，稳稳的。我要继续绝绝，拿绝绝，没有我在放法术。OK， 哎，再经历一下，要啊，嘿咻。需要帮你放个箱子，你要把它封起来。哦，原来是这，走半天。对，想知道被活埋了。对，被活埋啊！有安全度，有安全度。哇，你超体贴。你好说好说。绝。晚上喽。好，上不去，让我上去。隐形兵，隐形兵可以出动了。现在出动也没什么用，你下一把。挖他们黑曜那个中介箱就可以去地狱了。我去，我去，使命必达，去吧。好，我去。我去，我先做个稿子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还可以偷袭他们经验。我久没有隐身了。你饿了吧？哎，你血量不够，你没血量没满，你血量没满的。哎，啊，你要受一下伤，受一下伤。血量啊，你血量是零，现在是零。你随便跳一下，然后再回复就有。跳一下，跳一下。我出发了，我出发了。我来了。哎呀！哎呀，有人死了。你好。金矿庄上面有人哦。谢谢。好。我错了。我来了。你头上附近的树丛有人。这里有，这里有隐形兵，隐形兵。家里有一个隐形兵啊，他小白灯。他跑走了。按错吧，坏人！哎，卢米华，他又回来了！哎，他拿斧头打我，我没戏啊！被戏了！你被他力量涂刺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痛！走了。啊，那边。啊。亮了一下。哇，是你的屁股被他看到了。啊！军来了。好痛啊！我没食物了，我拿八个黑曜石了，哎呀，我回来了，可以开地狱门了。哎，哦，有火焰，他们怎么马上有火焰啊？好强哦！超痛！火焰！啊！一只，这样的帮忙，帮忙！我天啊，流血了！我死了！啊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！黑曜石很重要，我放副手。危机解除了吗？解除了。要去地狱了！去捞岩浆回来，去捞岩浆回来烧他们！哇哦！去捞岩浆回来，然后把岩浆从侧门开到那个地狱门。对，我们把捞岩浆。我们把家里用黑曜石包起来。外层包起来，外层。对对对对。可以，来，可以，试试看。哎呦，是 Q 进来，哎呦。Q 谢谢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铁矿。哦好，快动！这里，那我还要记得要来，他们不要让他们那个，不要让他们过来这边。嗯，我们有打火石之类的吗？打砾石啊，打砾石啊，打砾石，好，对，可以的，树上都有，哎，不是路上，树上都有，树上都有，路啦，好，我终于，终于，找谁呀？自己找。今天明天来了，好，先来，我先把那个中间箱挖掉了，好，小盘子给你，谢谢你，那个黑石，好，你要给我，哦，这里有吗？我爱点火仪式是不是？哦，他们也有吧？都有喽。你觉得你盖好了吗？我在想要盖在哪里？就侧门啊，我觉得侧门要不要？侧门这里吗？哇，你们好会啊，还可以防住他们。那我这个家是要怎么进去？哦，这里啊，回不了去。那这里可以上来，这里可以上，好。其实我有个问题耶，哎，我可以拿两把吊杆变成普通的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
两把职业的钓竿可以变成普通的吗？好像可以，我试试看。好，铁矿把两个两个铁饰，箱子里有那个牛排，铁矿上有工具。哦耶！哇，我可以钓鱼了！我需要打火机，我要做自动钓鱼机了。火仪式，嘿！去地狱喽！去地狱喽！我要去被个宅男，我不能过去。地狱他本世界卡住了。我有了，在地狱挖，在地狱挖石英啊！挖石英超多，挖石英要干嘛？经验值啊！做中继器呀！然后这样子少了。回来啦！人来。哦，人来了，好了，我回去，回去。我只是三哥，我只是很兴奋过来一下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然后我这捞个盐量好多哦。那个，这里不好捞。地狱的三个，哎呦，三个在家，快笑死！金矿洞，我来了，来了。不要怀疑我们是在玩对面。哇，家里到底还有一滴啊！这个岩浆都好远哦。啊，怎么出去啊？你找死！谁把岩浆放家里？家里入侵了，他们四个，好多好多来，有来了，已经有岩浆了，四个，来了，黄石洞，黄石洞两个，黄石洞，要手，加油，再跑，好是，还有一个，啊，跑掉了，我的书不见要怎么办？干嘛呀？我这里有一本啊，给你啊，我这里有一本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不要，刺客哦，你多的，给我。掉死了！这个皮肤应该是你吧？嗨！哎呦，可以哦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捡到不知道谁的金岩石，不是我的吧？我拿到捞到岩浆，捞到岩浆，等一下可以做一堆石头去捞。哇哦！还有，他们还在入侵啊！这岩浆桶给你，看要怎么放哪里？不能放这边啦，这边水会喷金岩浆哦。啊，对哦，你要写的很好，你要放外面，你要放外面。起不起啊！呀，我又没那个铁了。我要三个，我要两个铁。宝典呢？哦，你放这里哦。好。哦，下次是烤烤烤的声音，谁吃东西？谁？没听到？谁？啊？没有。敌人吗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了。这个太饿了。可能饿了。你自己饿了吧？附魔哎，感觉。附魔弄起来了吗？是啊。是吗？可以，我可以附，我有四十的。我刚刚三十的没了。附魔台有放，绿宝石25个放箱子，看你们有要给用。黄金洞有人玩吗？我看一下，有人在玩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，还没。我刚。那央央要不要玩？央要不要玩？我没有稿子。我有稿子啊，给你。这里是一级战区哎。真的，他们很喜欢在这边克附。很危险，很可怖，很可怖，太可怖了。家里绿宝可以先拿去那个，用那个书柜吗？好，书柜。我来放。放心，这里。小雨哥，你拿一些铁，我去捞。在下面，对。你要挖，给你挖，给你挖，我要做其他事情。他们又入侵了，来了。又来了。凶猛哎！洋洋那边好可怕。来了。小心哦！我想做自动钓鱼机，不要阻止我。我放防弹了。小，只要头上吃东西，好。各种新世界。真的，等我们怎么见面一改，刚才真的变这么好玩。真是太好玩了！太多人了吧？家里超多人哦！哎呦，我被吸啊！我吸啊！家里门口一堆人。前面。杀上瘾啦！哎呦喂呀、啊！杀上瘾，真的杀上瘾嘞、欸！真的。我们那个附魔有书柜在用，书柜在用了。加油！好。我要用水桶。莫他顿，你怎么烧到自己了、啊？本机。最尴尬、啊。烧到。啊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我把你关好。好嘿，我是乖小孩。切你！我忘了在哪里，我忘了钓鱼机怎么做、欸。在中间。钓鱼机。这个仪式的，我也不记得。仪式不知道，应该告示牌吧？是告示牌吗？对，我这边帮你，然后10桶岩浆来了。10桶岩浆，哇！岩浆防御盾。
是顺便练一下放岩浆有没有？你要放哪里呀、啊？重点。不然你们用岩浆护城河好了啦。岩浆护城河，听起来有点厉害。放一条啊！我直接去砸鬼鬼的影片，可不？等我一下。对啊，外面可以啊。对啊，就是里面不行啊。对啊，就是可以放外面。欸、很猛啊，够猛了，够猛了！岩浆护城河。对呀、啊。我要做铲，你还将来我要做铲子啊？做铲子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盖空桥有没有？去他们家楼顶上放岩浆。哦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超好笑。好想你，睡好爽。不摸。耐久。那个铁矿上有一个，那个狗。我需要二个岩浆宝箱子。哎，要捞再给我，就是去捞。都给往铁矿去捞，小雨。铁矿那个。我不在铁矿。小心哦。他想偷袭我们经验。他是想偷。啊、哦！他不见了，他在哪里？洋洋，小心！啊、我死了。没事。所以欧阳又六六六啊！哎，我觉得刚刚把洋洋当武器算了。啊！好爱了，用那个用岩浆点一下。把什么？岩浆当武器。啊，狗狗嘞？灭了。嗯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岩浆放后面。那同学在干嘛？这只是我私心呀。这是我的私心，不要阻止我。不要阻止我。哈弟，这有防烟烧吗？不怕。有防。有隐形，有隐形。那我知道啊，整座山后面有隐形，有隐形，有隐形。隐形，小心！哎、欸，他们发光没了，是不是？我盔甲做什么做？嗯。哇。啊。好的。嘟。